国林，你边看了有什么感想？以及唱片界实力派啊，我是演戏界实力派啊，唱歌的偶像派啊。是是。哥，你搁好好甲你示范一个较困难的歌，有较困难的无？我先听一下，安尼啦。你唱什么歌？我来这都是困难。布袋戏。布袋戏啊。困难还有多？好不？啊，困难是有的，哎呀，好不？嘿，迄代我觉得还好啦，不难，兄弟，那个不难，上掉，啊，迄种难的呢？嗯，阿伯，你我大家拢嘛捌，困难式的有多，安尼唱歌较困难的，嗯，困难式的有多，顶头有金一挂旋啦，无啦，就是困难式有多的歌曲咩？你比比比较难的，较难，咱那个叫金一个，好来，那你边做注意听哦，现在观众边嘛注意哦，嘿，困难到到位，来，困难式的有多来，陈英杰。什么叫做唱歌？那个气势，轻轻的呢，那个一个踹，敢那秘书规家伙拢叫伊出来，要我拍好戏啊！丁国林，你边看了有什么感想？以及唱片界实力派啊，我是演戏界实力派啊，唱歌的偶像派啊，是是是，对啊，你超级大烂派。我叫你真恶的呢，我叫你真听的呢，胖哥。我想看有啥物办法，讨好你，好你伫阿哥的身躯边，顶哥你的身躯边学着啥物款的功夫无？安尼好不？好好好好。哎，安尼边啊，边啊，我们台边处理，大家咪少参详者。安尼讲，讲都是条歌舞哦，一旦会烧塌塌去无？哦，哇，阿卡贝拉，我用阿卡贝拉那个贴片，伊较好学，好不？安尼啊，阿姨对袂？你主唱，我来边呢。哦，好嘞，有一条歌叫做《丢丢蛋》，大家晓嘛？哈。回家见到你的，但是头前个真要紧，是阿摩伊达丢，好好好，一百，哎，那搞丢都没出声嘿，一百七，阿摩伊达丢，你要紧要死呀呀，你讲是叫我讲出阿摩伊达丢，你是要看时间呀，淡薄啊，我先我先，阿摩伊达丢，哎，接到位啦。要不我讲啊啦！你是来看戏的哟，气死！